这题问说，哎，有个细胞会把一种蛋白质分泌到细胞外面。好，首先，所以这个细胞有什么构造跟我形成胶原蛋白，并且分泌到细胞外有关呢？好，一个来哦。我先制造出蛋白，这叫制造出来，核糖体一定有。然后内质网它的功能就是负责修饰蛋白质，把蛋白质做一些代谢、折叠啊、切割啊，或加上一些侧链，这个过程叫修饰，也就是所谓的代谢。内质网会代谢，那这个内质网当然指的是粗糙型内质网，然后到高基室里继续修饰，同时做分泌。你细胞质中最重要的分泌性的胞器就是高基室里。好啦，所以这里答案为什么是 ABC？ 核糖体制造出多肽链，多肽链到粗糙型内质网跟高基室里修饰折叠成成熟蛋白质，由高基室里做分泌的动作，所以 ABC 都有。其他两个构造跟我产生蛋白并且分泌到胞外无关，所以除了猪一，前面三个都有关。像这种题目偶尔会出现另外一个选项立腺体，这时候 F 的立腺体也要写哦。为什么勒？因为合成蛋白质属于同化作用，同化作用要耗能，所以你必须提供能量。所以如果提选项中有立腺体，通常答案也会有立腺体的，因为你需要产生蛋白是个同化反应，同化反应需要吸收能量，能量由 ATP 提供， ATP 来自于立腺体。好，以上是28题。